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钢轨切割机。中煤集团生产的钢轨切割机是铁路公务部门线路大修、维修及抢修作业的必备机具，其主要作用是按要求将钢轨快速准确地切断。钢轨切割机按动力形式可分为内燃钢轨切割机和电动钢轨切割机，具有切割速度快、薄片砂轮利用率高、切割断面质量高、使用安全、适用范围广等多项优点。